好的，这边观众提供了老婆队，哎，真的很多明日香哎，现在是只要想上榜就放一堆明日香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真的被骗了，好不好？明日香赛高啊，明日香就是香，好不好？他带了四只明日香，一只十三号机跟一只神下这样子，然后要来打我们这一次的睡神轮回哈。那他打的整体速度，我觉得是算还蛮快的啦。对，他整体打了27分钟左右，那是因为我有用那个倍速播放啊，所以你们看起来不会那么长哈。对，这个之前就讲过了哦，叫我去看一个20-30几分钟、40几分钟的影片，我也不愿意，好不好？所以就是帮大家节省一下时间啦。手消全木、啊，因为明日香这边那个顶行跟底行都还会转哦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小小卡住的情况出现。这边直接开那个明日香一技，解放后的，解放后的。好，这边不要撞到睡眠珠就好了。哦，老婆真的威武啊！天啊！然后六康这边就开解放前明日香。好，来数字盾。全部消火是不是啊？多消了一组暗，可是伤害不够哈。24哦，这个数字蛮大的哦。手消八康，然后一组都三克。可是他刚不是这样子啦，因为他没有到八康版面哈。好，这边他直接开13号机去插那一直行。好，伤害不够。这边因为它是解放前配解放后，所以符石是还没有二消一消的状态。好，这边不能手消水，然后开解放后明日香一技，好饶舌啊！天啊，一直解放前解放后的。啊，来这边强化盾哈，没有一波带走，它会直行转木，然后送你风化。啊，来再石化。因为那个福音战士的同步率啊，满了之后是无视防御力的，所以那个石化也没差。来这边手消指定七 combo， 啊，几乎没有什么失误哎，难怪打这么快啊。来12关三只神族小怪，好，这边开解放后的变身前一技。OK， 来接着13关，好，这边直接开阿香了哈。阿香还有整版转神族啦，所以他那个就直接全版解了。好，这边直接开13号继续炸。哎、欸，结果他13号机这一回合有跳两次起来哦，不错不错，运气很好。因为如果是我啦，13号机跳第二次，我不会去开它，因为不是每个人运气都这么好、喔、要拍攻略，就不能有运气太多的成分在。好，来这边艾莉亚15个水印记盾，啊，已经消到水印记了哈。然后他有开那个解放后变身前一记，3.7倍。啊，这边开神下哦，来加 combo， 哦，直接无视攻前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哇，这个伤害不得了啊，735亿哈、哦，好，这边是不能手消木，还没有转到红绿灯，是打算洗技能吗？看起来没有哈、哦。来17关，越战越强。OK， 来洛基，对，因为他刚已经有把一只明日香变身下去了，所以他那个 AT 异常会每回合回哦，洛基这边就完全不怕了。
都是 AT 立场在帮忙挡。好，来五鼠同康盾这边开解放前阿翔。然后再来克鼠公盾啊，这边就开解放前阿翔，把它转成木鼠哈。好，然后神族拼图。好，那个解放后变身前的阿香，嘿，记忆是撸过去会变神族符石、神强符石哦，所以刚好可以解那个盾。好，接着萨达盾哦，中间雾化，然后指定康破法印。好，你们多一康。多两康应该不会死吧？哦，差一点哦。来22关，来燃烧，然后那个指定七康。好，这边没带走。带走。来，接着23关。直接开阿香下去了哈，这只也是越战越强哈，所以要小心。来，再来冰冻弓前，这边要再开龙克来无视弓前的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这一关开的话也太浪费了。这边开那个哈，阿翔的遗迹，来25关下挖，这个是会更新，然后吸火来回自己的血。好，这边再开一只解放前的阿翔。OK。来26关，手手抓你。来27上下电击哈，这边对阿香来说好像也还行，反正顶行跟底行他都会转固定给你。OK， 带走。来28关。不能手消按，然后红绿灯加黑白珠。29，不能手消火，然后会有燃烧。阿香也是燃烧伤害减到一哦，跟那个蚩尤是一样的哦。如果进场他血归一，然后牛摸到就串起来了。好，这边叠珠非常漂亮，带走。来30关五鼠同康盾哦，来这边再开解放前阿香。哎，这样有办法一波带走吗？还没有开任何招，不行。OK， 好，这边开解放前、解放后变身前一技。好，来31关金箍哈，那个骷髅头四个让它亮起来就好了。好，这边没有带走哦。OK， 来32关，燃烧围城，然后是强化盾哈。哇，他这边动了130几步啊，看他扣几滴哦，就知道动了几步了。OK， 手速也是非常快哦。来，浮石还原，然后强化盾，这边直接开13号机炸两行出来。
OK， 来34关，九康加碎裂哈、哦，来这边直接把十三号机的13康给他开下去。好，然后还有开解放前的阿香哈、哦。来15关，手消全新回复颠倒。啊，这边是还好啦，阿香的回复力，然后加上说他没有间距，所以还行。好，二血这边神族外伤还剩5%，不过整队都是神啊，所以没差。不过他还是开了一只解放前的阿香哈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攻前盾不能手消水。哦，这边要直接无视过去吗 ？OK。反正觉得龙科后面用不到了，是不是？对啦，也差不多了。后面的剧本我大概想得到。来37关消心的20颗星。好像差一点点哦。好 ，AT 一场会帮你挡哦。不过看了觉得好可怕、啊。好 ，AT 立场有恢复了，就表示这一波没消到，等一下还是可以继续。啊，不过有消到哈，来38关。好，父亲大人盾叠珠，考你叠珠而已，就是很单纯的考叠珠。好，最后一个活 ，OK。好，这边黏附就直接两康 ，OK。还有开13号机加那个阿香的一技哈。好，这一关是不能手消火，然后一开始是100%减伤的状态，然后打你之后他减伤会减弱。这边要直接开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的刺激？好，这边伤害是不够的哈。好，神下也开下去了。好，还是不太够哈。这边再直接开一只阿香，哇，很敢开耶！其实这一关其实不能手消火的，然后开阿香还会有一堆，除了你原本的火，还会加几颗出来，很恐怖。好，来接着王一这边直接开阿香变身，然后加转全版的哈。来这边我知道他二血的剧本是什么了，感谢这位观众提供很香的阿香队，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准备下一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